大家好，今个了发点面，发点面开了蒸一点豆鲜馍馍，叔叔跟着母一都愿意吃，早点给俩孩子蒸一点，叫俩孩子先吃。你看你说很对，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有缘才能相聚，有心才会珍惜，何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。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。哎，不过坐下了，坐下。这几天弄这个锅蒸嘛，奶奶一锅。
四家的，这个是好的。来呗，来，我洗牙送过去啊，你拿这个。